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15集的节目。今天给大家做也是小比例的玩具，而且是非常非常小比例的玩具。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无医生的相关产品，那么这是他们自家推出的小比例系列，体型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小，这里还直接标榜这是5公分极小变形系列啊。那么它到底有多小呢？我们拿出一个 NA 的一个 Gavazon跟它做一个对比，你看小比例玩具中的小比例，非常的小。那么以官方的过去最小等级叫做传奇级，那还比他们个头还要大。那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叫做已经更名叫做核心级啊，就是以前的这个童子军级或者叫做这个C 级玩具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就可以体会到说啊，无医生的这个系列它的玩具体型有多么样的娇小了。那么内容物的话呢，还有一个人物卡，那这个人物卡的是雾面，然后比较薄一点点，破坏大地啊，这个规避版权的关系呢，它叫做破坏大地。那么另外一位叫做监视官哦。那么刚刚也跟各位看过了啊，这包装盒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同捆的。那我这一盒的话，其实我拿到很久了啦，但是我一直把它放在角落啊，没有把它拿出来做一个把玩。那么心血来潮的话呢，就把它给翻了出来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，还是比较惊人的啊。虽然是小比例的玩具，但是呢，现在的玩家的话呢，胃口呢可都是被养大的啊。尽管玩具的比例小，可动呢我们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除了腰身不能动之外，大部分呢能想象能动的位置它差不多都可以，脚踝没有。那么这个破坏大地的话呢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一个脚后跟是空的，所以它在站立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比较容易往后倒，那可能这个脚的话呢要稍微往外侧边掰开一些。然后它的一个身形的话呢，硬要挑的话，就是这个好像腰的一个身线没有做出来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小胖。然后颜色的话呢，好像跟和会上面的这个深紫色有一个小出入吧，跟那无所谓了啊，对比一下啊，这个是 NA 的一个紫色，不过这个太空中的机体的颜色跟自然光下的机体颜色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是音波的异色版，应该叫做音版吧，还叫音爆。这个的体型的话呢，我觉得做的比刚刚的破坏大地还得更好一点，后面来看的话完整度也更高。那除了后面这个暴露的球冠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缺点了啊。两款的话呢都有不错的可动性，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的关节，而且它这个头雕做的挺好看，戴个口罩就非常的优秀了啊。那这个手的话呢，忘了这个手要拉出来，刚没把它给拿出来，这里这个不小心呢差一点要显它的手短了啊。然后这个肩炮的话呢是拔叉变形的时候会用得到的。那下半身的话呢可动度就更好了，腰身还可以动，还有个裙甲。那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，所以它这个脚的话呢是有更好的可动性的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。那这个后面的这个肩炮给拿下来，手臂的话呢就缩短，头部的话呢翻转180度之后呢往后面折下去，手臂的话呢直接往后翻就行了，脚的话呢直接栽到侧边，然后是这样子，如果我没有记错是这样，直接往上翻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，那这里有一个洞，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。然后呢旋转这个脚掌过来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洞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凸啊，再把它给扣上就行了。这边好，那么这边的话呢一样按照相同的模式来一个变形，扣上去，脚反折过来到这边，推下来把它给扣上。这个变形的顺序是没有什么强制性，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少啊。那最后就是把它的这个原本的肩炮给扣上去。好的，那么几乎可以说大部分的音波或是音板的变形可能也都是这样啊，手臂背到后面，然后腿啊掰到侧边，那这个地方稍微可以压一下，那平放在桌上当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那这个破坏大地手的话呢给它打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，那它这里的话呢是要把头给往身体里面缩啊，它是说明书是说拉了这个地方往下按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不是很好按，可能头的话强制的把它给往下压下去啊，
强制的把它给压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个脚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反折，反折之后把它给折过来，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，大腿包住小腿，然后呢就把它给合并起来。这边，哎，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凸，这里把它给扣上，这里一样有个凸把它给扣上。然后小归小啊，但是操作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啊，不是那么容易啊，我个人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刚刚的这个，它有一个方块的一个凸，把它给扣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破坏大地的一个变形，斜放靠着就行了。那它的形状就是外星载具嘛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提的了啊。那小比利的玩具呢，还有它独特的一个市场价值啊。但是这个玩具真的是很小了，真的非常的小，而且身上有一些球形关节，导致于说呢，它的这个髋部啊，在人形状态下的一个松弛度是比较明显去会显露出来的。那就看各位你对这个产品喜不喜欢，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太小，虽然是小比例，但这个也未免太小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